我们看下这题目，某班美术课有甲乙两组，各得不同分数如下，是求各组的中位数与众数。首先我们看甲组，这一组是6，那么这里呢总共有13个数，那么已经是由小排到大，我们要求中位数，那么要求中间这个数，那因为13是奇数，所以中间这个数呢是第七个，那么1 2 3 4 5 6 7中间数是63，因此呢，这中位数是等于63分。这个答案。那么众数呢，是这里面出现次数最多的。那么我们发现60出现两次，70出现两次，这是最多的。因此我们要回答，这众数是60分与70分。这个答案。接着我们看乙组，这一组是6，那么这里总共是10个数，那么已经由小排到大了。那么中间的数呢是第五个跟第六个，所以中位数我们要求的是这两数的算术平均数，所以中位数是等于68加72去除以2，所以我们算出中位数是等于70分。这个答案。接着我们求众数，那么众数呢是这里面出现次数最多的，那么我们发现这74分出现两次是最多的，所以众数为74分。这个答案。